又嚟到落歌在马精选贴士，咁就4月14日沙田马场，咁啊当日有11场赛事，头场开跑时间中午12:30，咁咧就第一场咧就1000米，全部都新马嚟嘅，咁呢场就唔谂住俾啦，因为只只马都新速速。都唔知佢哋点无谓嘥钱，无谓嘥精神。咁啊，第二场开始，咁啊5班1200米嘅赛事。咁啊，第一只要俾嘅马2号致敬区，咁啊中翼礼骑，咁啊5班赛事啦。咁啊呢只马咧就过往喺4班3班跑开嘅，咁啊上仗就。初跑5班，咁啊跑1650，咁就志在减分嘅啫，我估。咁啊，今次换下中翼礼，咁就减5磅。咁啊，过往佢跑1200啊，嗰啲都 OK 嘅，咁样。咁啊，所以俾呢只。咁啊，中翼礼咧，今年同阿文家良喺沙田马场咧都。合作過2次，一次第二，一次落地，咁都係小而精嘅啲合作率。第二隻要俾嘅馬10号桃花多，希威心騎。咁啊呢隻馬咧過去咧就古東尼馬房，今年轉咗鄭俊偉。咁啊，希威心上仗騎咧就後上第二，咁啊輸過半馬位嘅啫。咁啊5班仲要輕磅，應該有作為。咁啊，佢同鄭俊偉啊，今季就合作咗9次落底咧，4次上名嘅，咁合作率都唔錯嘅。咁啊，去到季中咧，就盡量睇一啲小合作，但係上名率高嘅騎練合作。咁啊，所以揀呢兩隻。咁啊，去到第三場4班1400米嘅賽事，咁啊，第一隻俾嘅新馬苗芳華，苗芳華梁家俊騎嘅。咁啊，梁家俊咧試過幾課習，都試得唔錯嘅。咁啊，呢只新馬都有啲寄望。第二隻9号馬金勝名區，咁啊，今季初出跑咗5仗，近2仗咧都跑沙田1400，咁就2次都第3，咁啊，全部都係董明朗騎嘅。咁啊，越嚟越近啦，輸個頸位，輸個一個馬位啫。咁啊，今次咁啊，睇下點啊，可唔可以再近啲啦？咁啊，呢排馬又唔係真係勁得好緊要嘅啫。咁啊，揀呢2隻。苗芳華、金勝名區。咁啊，去到。第4場3班1000米嘅賽事，第一隻要俾嘅1号疑心星，咁啊黃志雲騎，咁啊減10磅，咁啊呢只馬過往咧喺1000米嘅表現都 OK 咧，係咁啊今次減10磅，係咪希望有所表現？同埋黃志雲更4仗騎過佢，咁啊都有 win 過嘅，咁啊前仗12名啦，咁跑快谷，但係佢跑沙田就會好啲嘅。咁啊，黃志宏咧拍阿姚本輝咧，合作過4次咧，基本上4次都係呢只馬噶啦。咁啊，贏過1次，咁啊，今次再用佢。第二隻要俾嘅4号星際快車，咁啊，
潘頓騎，呢個係一個又愛又恨嘅騎師。咁呢只馬今季跑過兩仗都1000，咁啊上仗就係潘頓騎啦，咁啊輸兩個馬位第三，咁啊今次再騎，佢第一仗咧就係麥道朗騎，咁啊第二，咁啊今季咧騎練合作都出色嘅，都出色嘅，咁啊揀呢兩隻。咁第一段片就出住3場先，2場、3場、4場，有更新就喺翻呢條片。